2019年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系艺考仍在火热进行中。今天上午，林超参加了上戏艺考的复试，晚间上戏公布了进入艺考三试的名单。林超不负众望，顺利进入上戏艺考三试，恭喜弟弟！网友看到后纷纷留言道：“感谢关心，宝贝儿加油呀，继续努力！”林超真的是很棒的小孩，再接再厉，一路前进。恭喜林超弟弟啊，好棒！三试加油，期待好消息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